康熙晚年不立太子，在康熙的诸多皇子中，哪些皇子会成为储君的有力争夺者呢？敬请关注《雍正十三年上部》第二集，《诸子争储》。 我们知道，雍亲王胤禛，也就是康熙的皇四子，最终继承了康熙的皇位，这就是雍正皇帝。但当时历史还没有尘埃落定，还在演变过程的时候，谁也不知道雍亲王胤禛会成为最后的赢家。所以在康熙晚年，很多皇子都在不遗余力地争夺储君之位。那么在当时的形势下，哪些皇子是有力竞争者呢？ 中国政法大学林乾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《雍正十三年上部》第二集，《诸子争储》。那我们知道，中国古代乃至清朝，选皇帝、皇位的继承就是三种形式。第一种形式选亲，那我们知道，从汉代开始有一个制度叫嫡长子继承制。还有呢？ 选能，能者在位。第三种形式就是凭实力争夺的江山。但是雍正非嫡非长，论资历、论名望、论能力，可以说是典型的三不沾。但是雍正最后就是皇位的继承者，那这个谜底我们应该怎么来揭出来？到底的原因是什么？ 那我们看，雍正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，他说过这样一段话。那我们看，从前楚魏未定时，朕之兄弟六七人，各怀觊觎之心，彼此戕害，各树私人，以图侥幸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，康熙一废太子之后，至少有六七位皇子。 参与到楚魏的争夺当中。那我们看，有三位皇位的竞争者。那第一位就是不甘心的废太子允仁。那我们说允仁，他怎么还是一个皇位的激烈的争夺者呢？两次废立，那怎么还能有他的希望？那我们知道允仁第一次废，最主要的原因，那就是。 早日想接班，彼此的父亲早日退位。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推动者就是索额图，这个人在康熙时期那是鼎鼎有名。所以后来两者之间的矛盾急剧的恶化，康熙没有办法，把索额图呢处死了。后来康熙晚年一直在讲一句话：“本朝第一罪人是索额图。”那可见索额图在帮助太子。 早日继位这个问题上，使得康熙呢，对他呢一直看成是第一罪人。那后来第二次，就是允仍重新立了太子，但是他还是犯这个毛病。那这次呢，可能结果更加的严重。那当时有一个大的案件，叫做步军统领托合齐结党会引案。 这个案子呢，当时非常大，卷进去的高官啊非常多，包括刑部尚书齐士武、兵部尚书啊，满族的这些好多的这些八旗的大臣、都统，二十几位大员。要做什么呢？就是以武力胁迫的方式，把康熙逼你做太上皇，这个位置给谁呢？给皇太子。皇太子也感到愤愤不平。 经常流露出来，天下哪有当了四十多年的太子啊？古今也没有啊，所以他感到很不很不平。那后来呢？康熙呢？严厉的处罚。那我们知道，托和奇给处死了。那这个刑部尚书处罚的更加严厉，七十五，怎么办？把他这个五体绑到墙壁上，然后用钉子钉到墙壁上。 这个齐世武嚎哭四日，最后死去了。我们知道康熙一向仁慈，他不做决绝的事情，但是他对齐世武这样的处理，那就可见这次结党会隐案，逼康熙交班，让太子早日继位，成为当时一个非常大的案件。那太子被废之后，囚禁到哪里呢？那我们看，咸安宫啊，在故宫。 今天的故宫，当时的紫禁城的西北角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对废太子的防范极为严密。那我们说咸安宫啊，成为废太子的囚禁的地方。但是你能囚禁住一个废太子的身体，你囚禁不了他的心，尤其囚禁不了他对大卫的这种寄觎和渴望。他在寻找办法。时间呢，转眼过去了，到了康熙五十六年的时候。 有个大的机会，好多的皇子都都蠢蠢欲动，认为这是一次争夺皇位储位的最重要的一次机遇。什么事情呢？西北这个地方，准格尔那边又开始闹事情了，出现了叛乱，蠢蠢欲动。清朝要发兵，发兵要派大将军，谁能担任大将军一职，将来建功立业，做了皇位那是理所应当。 那这个时候，废太子允仍动了心思了，啊，他想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人，向皇帝、向康熙来来奏保，让他来担任大将军。他想了一个啊，这个很秘密的事情。那我们看，这是允仍的像啊，废太子允仍的像啊，这是当年啊做太子时候的像。他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？找来了明矾水。 用这个笔蘸着明矾水写了一封密信，密信写好了，但是怎么传出去啊？这个就困难了。好在允仍有办法，他又敲起了云板，在里面又敲，说：“这敌福晋官二家世病重了，要死人了，你们赶快向父皇奏报啊！这可、个、不得了！我们知道，这个马上要向康熙奏报。” 太子虽然废了，但是康熙还是仁慈的父亲。看到这废太子，他的妻子啊，嫡福晋得了重病，立刻派了宫廷的御医。这个人姓贺，后面叫孟福，贺孟福。到那里去给太子的啊，废太子的夫人嫡福晋看病啊。看完病了，走的时候，废太子悄悄地把一封密信给了他，拜托他。 传给什么人呢？传给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公爵普齐，希望普齐能够向皇帝、向康熙来奏保，让他废太子当大将军。啊，这个普齐呢，把这封密信拿过来，啊，加了一点水，啊，这个明矾水，我们知道用明矾写的这字呢，加了一点水，一立刻立刻。 清晰而娟秀的太子的字，那么熟悉又出现了。原来拜托普奇保住他做大将军，但是普这个人何许人呢？我们一说，为什么废太子找这么一个人呢？地位高还不算，重臣也不算，最重要的，此人是清朝的第一代啊，那时候还叫后金努尔哈赤的长子，楚英的四世孙。 我们老讲这个历史，真的有惊人的相似。当年楚英就是努尔哈赤立的太子，那时候叫四子，就是接班人、皇位的继承者。但是楚英当时也犯这个毛病，也希望早点接班，早点继承这个汗位。所以后来努尔哈赤一气之下呢，也把他幽禁而死。这是清朝可以说因为争夺皇位第一个死去的。 这个继承人，所以到了他的四世孙，溥奇，那废太子找这个人，溥奇想啊，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啊，恻隐之心，还有同情啊，遭遇大体相同啊，所以他决定跟康熙，啊，来奏保，但是他还害怕，为什么害怕啊？你一奏保，你就是废太子党的人呐、啊，那可了不得，一想到。 索额图、托合齐、齐世武这些人的下场，这个脸上的汗就下来了。所以几天来一直犹豫不决。他的这种犹豫呢，让他的哥哥发现了。他的哥哥叫阿布兰。他不由他不犹豫，听说了这件事情，立刻向康熙举报。说废太子在宫中用反水写这个密信，保奏为大将军，这个事情不得了。 所以康熙立刻来查，啊，让下面人来查，交给宗人府来查办这个事情。那我们知道后来把啊溥齐，啊这个爵位呢给废了，把那个医生定了一个罪状，叫斩监候。二阿哥允仍曾被康熙立为太子，但两立两废，按说已经失去了争夺储君的希望。 但允仍不甘心就这样永远失去储君之位，他仍然在寻找一切机会，希望恢复自己的地位。所以，二阿哥允仍可以说是储君之位的一个有力争夺者。那么，除了他之外，还有哪位皇子在积极地争夺储位呢？所以我们看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？一直到康熙死之前，废太子允仍。 仍然是皇位最有竞争力的一个人选。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二个人是谁？这第二个人就是武艺高强的大阿哥。按照这个皇位继承或者选太子、选储位这种办法，康熙可以说清朝十二个皇帝，受汉族文化传统、汉族的文化影响最深的就是康熙。所以当初按照嫡长子立太子。 这就是受汉族这个王朝的影响，他来立的太子。那现在呢，嫡长子，我们讲这个皇后所生的儿子第一个儿子允仍已经废了，那应该谁来当立呢？皇长子。说起皇长子，这个人在康熙成年的二十四个皇子当中，大阿哥允提，说起这个皇长子大阿哥允提。 他有三大优势，第一优势是什么呢？参与国事最早、最多。康熙时期呢，他不一样，啊，他在培养这些皇子的时候呢，早点的介入到宫廷的政治当中，所以着意的培养他们。那大阿哥，康熙的长成年的第一个儿子，那这样的时候呢，康熙在早年啊，重要的大的战争，还有呢，重要的政事，有意识的呢让。 皇长子允提来参与。那我们讲，征伐准噶尔，这是康熙朝最大的军事行动。那在开始征伐准噶尔的时候呢，允提他做副将军。那后来康熙几次亲征，允提起的作用是重要的一个参谋，他的作用跟其他的皇子完全不一样。那正式当中也是这个样子。 康熙有的时候外出到外面去出巡，那这个时候皇长子来处理国家的政事，所以他的赏赐也最多，他的功劳也最多。那我们说这个皇长子啊，他还有第二个优势，这也是他最重要的，就是他武艺高强。康熙后来经常说过一句话：“大阿哥最惯浅行。” 什么叫醉惯潜行啊？是来无影去无踪啊？别人找不到他的踪迹吗？不是，这就是讲大阿哥武艺高强。所以大阿哥武艺高强是得到可以说举朝的承认。我们讲一个事情，大家就会清楚：保护康熙的安全，这是最高的任务。交给谁呢？除了那些侍侍卫之外，最重要的。 康熙就交给皇长子。那我们知道，康熙四十七年，那康熙带领大队的人马，到了哪里去呢？从避暑山庄，然后到木兰围场这个去地方去围猎。在这个这一年的八月份，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，就是康熙最心爱的、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皇十八子，这个人叫允戒。 突然得了重病，他年龄很小，啊，经不起那个打磨。这个康熙非常的焦虑，钢铁一般的康熙，精神多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，所以他严厉的训斥皇太子。那这时候我们知道太子还没有废，但是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了废太子。那按照清宫的行营制度是什么呢？那最重要的。 皇帝呢，在每一个地方，除外边除了工城之外，到哪个地方驻扎，皇帝的这个地方叫御营。在御营最接近皇帝的这个核心的一圈，所有呢向外边发展，一圈一圈的围着皇帝来驻扎。那最里边的一圈呢，往往都是呢最亲信的内大臣。这外面一圈呢，才是侍卫，还有呢一些大臣。 在外面呢，第三圈呢，一般来说呢就是随从啊，这些人。那这这里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？最重要的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了太子的被废。这个叫帐殿夜景，帐顾名思义了，就是皇帝的营帐啊，皇帝驻扎的地方。啊。殿是宫殿了，皇帝的宫殿他是在外面，是在是，在路途当中啊。 夜景夜里拉响了警报，要偷袭皇帝。我们表面看，帐殿夜景就是这么一个事情，但是这个事件呢，难以还原，因为好多的真相他都已经啊，我们不太清楚了。但是我们看到的是，当天夜里头，就见着皇太子，因为皇太子呢，对他这个十八弟没有一点恻隐之心，还不算。 有点幸灾乐祸，他可能也想，是不是将来康熙会觉得这个人也是当皇太子啊？所以他幸灾乐祸。这康熙的时候大怒不已，极力的训斥。那这样训斥的时候，到晚上就传得沸沸扬扬，说康熙有进一步的行动。那皇太子呢，他就感觉到自己呢，是不是要威胁他自己的皇太子的位置啊？夜里头到哪里去呢？ 到康熙的驻扎的营的帐篷的外面，窥视，偷着看。那这件事情被谁报告了？我们前面讲，大阿哥允提武艺高强，他来负责守卫康熙的最近身的，保卫康熙的安全，所以他康向康熙来奏报。所以康熙说过了这么一段话：“朕未卜，今日被。” 朕明日遇害，昼夜戒神不宁。被朕我们知道了，下毒药。明日遇害呢，那可能是公开的，或者是指使手下的人。所以康熙没有办法，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，没有等到回到京城，在行宫九月二号就宣布把太子废掉了。那废掉。 由谁来看护废太子啊？还是大阿哥，沿途开府，沿途来看守。第三个优势呢？皇长子为人豪阔，清朝这个分封他不像明朝这样分封啊，有自己的领地，有自己的人民，他不是这个样子，他是授以王爵啊，就是封爵，然后呢，打造一个府邸，再给一笔钱。 再给一些佐领，佐领就成为他的手下人。那康熙分封诸皇子，给的钱很多，每一个人二十三万两银子。大阿哥呢，他参与国事很多，出征也也很多，所以他的赏银也最多。但是他拿这些钱呢，他做什么呢？收买下五旗的人。我们知道清朝这个上三旗和下五旗啊，历来这个矛盾很多，矛盾非常多。 所以收买夏午旗这些人做什么呢？亡命之徒，要铤而走险。所以这些事情后来被康熙发现了。康熙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夏午旗到处都是大哥的人。”他感到很不安。那这个是啊，我们看到的争夺储位的大阿哥。康熙晚年，太子之位一直空缺。 这就意味着，有资格的皇子都有希望成为储君，但皇位只有一个，所以诸多皇子争夺储位就成为康熙朝后期的一个政治顾忌。不仅废太子在争，皇长子也在争，而这时候还有一个皇子也在争，而且他还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。那么这位皇子究竟是谁呢？第三个人。 是谁呢？那就是公推太子允祀。说允祀这个人啊，可以说啊，历史往往有很多的遗憾。这个人呢，出生就非常的有意思，出生的年月，所以他的出生的年月是康熙的二十年二月初十这一天未时生的，所以他这个时辰呢。 当时就传这个时辰只有帝王才能有的这个时辰，那后来也有人给他相面，说他长得什么什么什么样子。那我们说八阿哥，他有什么优势来竞争这个皇储啊？最重要的，他非常早的就得到了八贤王这样一个雅号，公推，啊，大家都群臣都一致赞扬，称许八阿哥。 那我们讲他的第一个呢，就是他的贤能。那这个贤能，我们可以举出几件事情啊。第一件，康熙三十七年，这是对皇子呢第一次分封，第一次册封。那这一次册封呢，好多人啊，封了，封了王了，封了这个贝勒，封了贝子。那在这次当中，分为两波。那皇八子，他是当时年龄最小。 仅年仅十七岁，跟他同为封为这个贝勒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皇四子，我们知道就是后来的雍亲王啊，雍正皇帝。还有呢，皇五子、皇七子，最小的就是皇八子，他当时只有十七岁。那这时候，皇四子胤禛他已经二十岁了。那这时候，大臣们就纷纷说。 这四位皇子也应该有更高的封啊，也应该封王啊，不能应该给他们封贝勒啊。那康熙不得已，他说出这样的话。他说：“四阿哥为人轻率，也讲了七阿哥不符合封为王的这个条件。”那我们看这件事情，表明在康熙的心目当中，尽管年龄很小，十七岁，但是允祀的地位呢很高。 也就是他的声望很好，能力很强。那我们说还有呢，他的贤能得到验证的呢，就是康熙经常出游，马上朝廷出外面去的时候，那他有处理国政的，往往是太子。那后期废掉太子，主要处理朝政的，他依靠的是谁呢？八阿哥。所以在满文的档案当中有很多。 康熙直接指示八阿哥处理什么事，宫中的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？最明显的，康熙一废太子之后，啊，就任命他做内务府的总管。我们知道内务府是清廷最大的一个机构，让他来做总管。那这些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出啊，皇八子呢允祀呢他的能力。还有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在康熙四十二年，那这一年。 是康熙的哥哥啊，他非常敬重的裕亲王福全。病逝的那一年，那这一年沸沸扬扬，就是索额图啊跟皇太子勾结，要逼康熙早日退位，发生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康熙的哥哥啊，裕亲王福全在临死之前，就跟康熙极力的讲，应该当机立断，废掉太子，谁可以当太子呢？ 皇八子，那这一年我们知道，皇八子啊，陨他的年龄只有二十三岁，可以说他的贤能得到了啊，包括像重臣，那这皇帝的哥哥，他的一种赞许。那这皇八子呢，他也是非常礼贤下士，特别对汉族的文化充满了浓厚的兴趣。在他这里头有一个人。 那我们知道康熙呢，跟他最亲近的大臣，汉族大臣当中有一个人，李光地。可以说，康熙把个人的所有的事情跟别人任何人不能谈，但是唯一能够跟他交谈的，就是李光地。那李光地推荐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叫何卓，他到哪里呢？推荐做什么呢？到南书房。他到了南书房，这个何卓呢？ 其他的时间来做什么呢？做太做黄八子的老师，教黄八子的书法，等等的事情。何卓这个人呢，不但是大学问家，而且呢，可以说擅长韬略，很有谋略，所以经常给黄八子呢出谋划策。啊，黄八子还拜托何卓的弟弟，到江浙地方广泛的搜罗很多的书籍，所以黄八子的名声在江南这个地方啊，广为流传。 都说他是个好贤王，八贤王。那我们说，这个皇八子呢，还有一个特点，他呢处事特别有分寸，很讲究分寸。那我们可以举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康熙废除太子之后，废了太子之后，立刻任命皇八子允祀署理内务府的总管。 原来的内务府总管是谁呢？是皇太子的人，皇太子的乳公，所谓乳公，皇太子乳母的丈夫。那后来由这个皇八子来接替他的班，他接替之后呢，出现很多的亏空，但是他没有进行严厉的查抄，所以他也清楚这个钱呢是谁花的呢？还是皇太子花的，太子都被废了。 保全一点太子的薄面，但是康熙不满意啊，说你这到处收买名声，沽名钓誉，这是又出来一个皇太子啊，严厉的训斥他。诸多皇子争夺储位，康熙并不是不知道，他虽然对跳出来争夺储位的皇子都进行打压，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。 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储君问题，康熙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。那么他做出的是什么决定呢？这个决定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？请继续收看《雍正十三年上部》第二集《诸子争储》。到了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份的时候。 康熙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，他在畅春园，我们知道后来康康熙主要住在畅春园。他把这个满汉所有的大臣都召集在这一起。那最先到达的是康熙，当然最亲近的人，都是内大臣。康熙流着眼泪跟他们说：“朕的江山不是朕打的，不能付托无人，将来一定要把这个江山交给最可靠的人。” 最坚实的人，你们这些大臣，都是跟朕一起打天下，能能征善战，你们是出了死力的。现在要想效忠朕，就有一件事情，你们在众阿哥当中推举一个人，你们推举谁，朕就认这个人做皇太子。要不然的话，朕每天啊寝食难安。 精神恍惚，但是康熙皇帝又说：“大阿哥排除，除了大阿哥之外，所有的皇子当中，你们公推一人，推谁是谁。”那这样的时候，内大臣临旨而去。这康熙又想起了什么，又立刻追回了。朕还有一道谕旨：参加公推皇太子这个事情，马齐不能参与，他不能参加。还有呢，诸位皇子要。 一律回避。那这样的时候，这些所有的大臣济济一堂，分列两处。啊，当时这汉族大臣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啊？说这皇太子还能公推，没有见过这件事情，不是我们臣子应该做的。但是当时有个内大臣，这个人叫阿灵阿，他说：“我们刚刚领了圣旨，皇帝再三说，不要再烦皇帝了，我们就按照皇帝说的这样来推吧。” 所以大家在这里议论纷纷。啊，当时有几个带头的人啊，有四个人，其中有一个内大臣阿灵阿、啊，还有呢奎旭，还有一个尚书，这个人叫王洪旭。这几个人呢，在自己的手心上写了一个一撇一捺一个八字，跟这个别人看，所有的满汉大臣一致同意说，公推皇八子。 做皇太子，这样呢，找了一个签儿啊，用这个红签儿，上面写了三个字“皇八子”，这就是他们大臣们选出来的太子。康熙在那边的寝宫里头，在畅春园的寝宫里呢，正在等待推选的结果。他心里有数，为什么呢？他在事前做了安排。这个安排是通过谁呢？我们讲过，康熙最亲近的一个汉族大臣李光地。 他跟李光地私下谈话当中说，想要重新立允仍为太子。他以为这次那那这个结果肯定是允仍啊，你肯定在这个大家公推的时候会把朕的意思讲出来啊。结果这个太监啊，康熙的贴身太监，这个人叫梁九公，把这个小小这个包袱里面裹着这个纸，打开一看，一看“皇八子”三个字，康熙大惊失色。 怎么是这样结果？康熙立刻说：“我不承认。”推选皇太子这个事情是非常慎重的事情，你们大臣应该充分的讨论再做决定。后面说呢，皇八子他有三条理由不能当皇太子。那第一条理由呢，未成更事。所谓未成更事，就是说年龄还是小，还有呢，没有做过重大的事情。 我们知道这个理由很牵强，因为这时候呢，皇八子已经二十七岁了，更何况你是找皇太子是辅佐你处理朝政一些重要的事情，还要你皇帝来做啊。他讲的第二条理由呢，进又离罪，你刚刚受了处分，现在怎么又当皇太子啊？这个理由也很，我们知道也很牵强，因为康熙已经原谅了他。那还有一条理由，母家轻贱，说。 啊，黄八子的母亲出身贫寒，他的母亲姓魏，叫魏氏，所以是当时呢，这一个管领的一个女儿，这个地位呢确实很低，但是后来已经封了妃呀，早就封了妃了，那你怎么说这条理由啊？其实这三条理由都非常牵强，那这样的时候，康熙说：“你们重新再议。”刚刚大臣们通过充分的讨论。 最后一致推选的皇八子，那现在皇帝怎么食言了？大臣们怎么再推呀、啊？所以大臣们拒绝。康熙很愤怒，让这个梁九公贴身的太监给每一个人参加推选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发一张纸，写上你公推的这个太子是谁。但是这些所有的大臣都拒绝。到了天色很晚了，康熙说：“这样僵持下去也不行啊！”说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吧。今天天色已晚。 大臣们都散了吧。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，好多大臣、文武大臣又齐聚到畅春园。这个时候，康熙才把他真实的想法说出来：“哦，我要立刚刚废的这个允仍为太子。”反对的人多了。最重要的，是康熙的岳丈，还有他的舅舅，这个人叫佟国维啊。我们知道佟氏啊，这个是在康熙朝啊，整个清朝那是响当当的。 佟国维，他反对，他不能再立着废太子为太子了，坚决跟康熙私争，啊！康熙这个训斥他，甚至拂袖而去。但是得到了更多朝臣的拥护，说你才真不愧为国舅大臣。这些我们就看呢，确实，皇八子得到了众人的这种推崇，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戴。 康熙有他的，非常我们说虚伪的一个一面。我们历史当中可以这样设想：如果皇八子继承了皇位，或者说他做了皇太子，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，啊皇太子。但是后来他受到了很沉重的打击，这个就是发生在康熙五十三年的非常蹊跷的一个献鹰事件。简单的说，康熙又到塞外去打猎。 那从哪里走的呢？从南苑，从南苑这个地方走的。那康熙这次带的皇子呢，都是皇十子以下的，也就是说年龄小的这些皇子。皇八子没有参加，他在做什么呢？他的母亲魏氏正好两周年的忌日，那他到这个地方呢，去给他的母亲呢烧香，去拜灵。所以呢，他就想，但是还挂念自己的父亲啊。 为了表一个更好的一个忠心，他想了个办法。皇父最好打猎了，那打猎最重要的要把大的猎物吸引过来呢，要有好多的诱惑物。那在当时的诱惑物主要就是鹰，鹰呢也有人讲就是海东青了，所以他们啊弄了两只鹰非常好，然后给皇帝呢，给康熙呢写了一个折子，写了个请安折子，说我在汤泉这个地方呢恭候皇父。 回来，回到京城来。不知怎么回事，等到这两只鹰送到康熙手中的时候，已经垂垂待毙，要死了。我们知道康熙啊，晚年历来的时候忌讳自己的身体，他也有些不不太正常的东西，所以他看到这两只鹰，联想到自己，这黄八子是讥讽我啊，说朕来日不多啊。 垂垂要死了，所以立刻把这个所有的啊，这个很多的大臣又召集在一起，还有皇啊皇子们召集在一起训斥皇八子，而且说出了非常决绝的话：“朕跟皇八子从此恩义永绝，没有父子的情分了。”但是皇八子仍然是争夺皇太子当中的最重要的人选。那我们后面还可以。 第四个人呢，包括黄三子允旨啊，还有黄九子允唐啊，特别是康熙着意培养的黄十四,子十四子允提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最后的结果不是这些人，恰恰不在这六七位当中最有希望的不是，而是呢，最超出所有人预料的黄四子，胤禛继承了皇位。这是为什么呢？ 他是怎么能够躲过康熙晚年持续这么长时间，把几乎所有的皇子都卷进去的这个大风大浪，最后能够记得皇位的，请看下集，谢谢大家。